是我在这厂子里面待的第三天，昨天晚上2点就开始装货，装到今天还没装起来。说呢，那边收集的货呢没收集够，然后今天呢又等了一天，今天晚上可能装好了就。说实在的呢，咱们这些跑车的人出门就是这个样，人家说咱往东咱不能往西，说咱往西咱就不能往东，说咱停着等待咱们就等待。现在呢天气也凉了，有时候在车上呢咱们做一点热腾腾的饭，吃上心里舒服暖和。今天做了个拿手的我们宁夏的土豆包子，呵呵，老铁们喜欢的给我点个关注，我是迷。这个月本来该吃土的，一场大雨改变了我的伙食，我不仅可以吃土还能喝水啊。大雨还在下，你的心里怕不怕？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。加速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？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，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？天地间老公啊，就是给老婆打工啊，妻子啊妻子啊，欺负老公一辈子啊。男人啊男人啊，你还不能有怨言啊，有个媳妇欺负你啊才是你的福报啊。老公啊，我们一起攒钱买房子，还要一起生个胖儿子。我不能忘记你的样子，我们一起过的苦。昨天在河南出事，然后今天到这个二七沟子里都过夜了，然后休这一天再就开好玻璃缸安装上。原车店，换的是原车的啊。现在这个门子是有点问题，门子知道别的行着呢。然后一换，大概下午5点咱们就可以出发卸货去了。后车的人就是不容易，到家里了还有个人样子，不是昨天直接练什么样了。儿子，嗯，阿姨，你给我妈妈给个红线。给妈妈给个红线，你问你叔叔阿姨给不给？叔叔阿姨给吗？不给。给呢？你说谢谢。谢谢。哎，这东西，妈妈来下来，妈妈抱你下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正在卸车中啊。我看很多人都说是空车，拉的是空气，看着是挺像的哈。我拉了一车酱油，有人问我拉木头的时候为什么不封车，因为拉木头不用封车，拉了4米多高，参差不齐，封的话就会把雨布弄坏。拉酱油你得封车，因为这个都是纸箱装的货。我封车，你说我拉空气；我不封车的货，你说我懒，对货物不负责任。你们缺爱吗？现在正卸呢啊，这是后边的，再给你们看看前半部分。要不又有人该说了，这就是为了拍个视频，后半部分有货，前半部分都不带有货的。
看见了吗？就这样吧，快乐过好。只要你有钱，哪里都是天堂。没错，他说的对。你是风雨